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身材很棒。平时有健身。对，健身有比较喜欢健身。啊，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叫李宽，来自山东烟台，现在是保利豪的私人教练。那你说说你心仪的女生是什么类型？身材一定要好，像你一样有这样大胸肌，这是职业习惯吗？找一个能喜欢跟我一起运动的，一眼看上去感觉两个很适合那种感觉。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个姑娘，她叫陈小雨，93年的一个姑娘，长得也蛮可爱的，尤其她眉毛很粗，然后这还蛮逗的，对吧？她是那个连云港人，都是海边啊，对，可能就海狮子性格会比较像。我给你推荐的是这位姑娘，她是南京江宁本地人，她性格呢非常活泼开朗，非常喜欢运动，这点我觉得非常符合你。跟长相像倪妮啊。我给你介绍这位更像倪妮，这个女孩子她叫徐颖，22岁，身材非常的高挑，1.68米，体重90几斤，王经理，那三个你，都看一下，讲解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。那这个有没有全身照可以看到身材啊？什么的？我手机里翻一下，我这儿有张全身照。搞怪的一张照片，就这个。我这位女嘉宾是1.71米，1.71米一样。对，然后我这边还有她的三维数据是88、68、89，感觉蛮不错的，第一个蛮不错的，对得上眼的感觉，就像一件感觉差不多。所以经过视频中的考虑，你的选择是？我的选择是，要不然就浩贤哥给我介绍的这个，行对吧？对，那我还是帮你，反正也是学长。恭喜你约会成功。李宽选中的这位女生名叫陈小雨，来自连云港，目前是一位自由职业者。就在这边，对，你往里走。来，请走。快请。那个男生在那边，然后他在做一些例行的锻炼，然后还有客人下去给他下课。但是呢，他昨天特地问我。问了我你大概是一个什么身材，所以准备了一套运动装，说正好会带你体验一下他的工作的状态。这就是今天的嘉宾李宽，然后他应该是上完课在家练，就来打个招呼。李宽。你 OK 了吗？行，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，叫陈小雨，这位是我李坤，叫李坤。感觉第一眼看到她身材蛮不错的啊，蛮高挑的，然后感觉挺可爱的。感觉有点白面小书生，感觉人比较老实，长得是老实型的感觉。这个有接触过吗？没有，没接触过是吧？对。锻炼时的话，做这个热身比较好。关节打开，然后不容易受伤。对，他的身高跟我理想的范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，不过我现在暂时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叫李坤。你叫李坤？对，我叫李坤，木子李，然后乾坤的坤。就比较憨的一个，对吧？憨的。我叫陈小雨，你叫我喊我小雨就可以。小雨。春天的感觉。花会开，鸟儿。平时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吃什么？没什么特别挑食的东西，反正蔬菜啊、水果就是我最喜欢吃。我特别喜欢这种人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不挑食，逮到什么吃什么。所以长得胖啊？有吗？蛮好的，挺匀称的，还行。不是很胖。你是南京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连云港的。连云港的。嗯。哦，海边是吧？嗯，对。我也是住海边的。你是哪儿啊？我烟台的。烟台。对。山东吗？对，烟台，蛮近的。我跟你蛮近，但是你在南京好远啊。南京蛮远的，你准备在南京发展吗？是的，现在是自由职业。喜欢小动物吗？喜欢，我比较喜欢狗。喜欢狗？什么狗？但是我比较喜欢大一点的大狗。你比如萨摩，哎，我有一条，在家里边，这么大。现在有重量吗？对，有照片吗？你是从小开始养的吗？对。我觉得萨摩好可爱。萨摩，然后还有那个大白熊。大白熊都是一个品种的白毛，然后唯一不一样耳朵，大白熊下来的，对不对？特别傻，知道吗？那萨摩它不认主人，它有次走丢了，好久才找回来，两三天，幸亏找回来，要不然的话，那
感觉真是特别撕心裂肺的感觉。他们是可爱，但是他也有点憨憨的。对，那你住海边的话，平时比较喜欢吃海鲜吗？啊，我比较喜欢吃海鲜的。不像我朋友有一些就对海鲜不过敏的，我觉得他们好可惜啊，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海鲜，我就记得我们那儿就是一开始他们那个船下海的时候是吗？然后上来的时候，船上特别的，都是新鲜的，对，而且特别便宜，知道吗？那螃蟹十块钱一斤这么大，十块钱一斤，那是哪一点啊？啊，就是今年也有，是吗？就去年吧，不是，一四年的时候。我过年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应该在一月中旬到一月末左右就回家。一月中旬看了，大概回家过多长时间？过完年以后回来。哦，那不在家里边，都陪父母啊？会的，我会在家里陪父母一段时间。你回去吗？我今年过年回去，肯定回去啊。我觉得你回去比我回去的要远。你回去要多长时间？坐大巴？大巴的话，八个小时，坐火车的话，蛮辛苦的。还行，反正嘛，在外面工作没有不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我基本上都是坐大巴回去，4.5到5个小时，好累的，一路上，其实蛮累的。等过几天时机成熟了啊，跟你一起回去。这个还不急。不急了。不急。没事，到时候。我们还需要再多多了解一下。哎，你平常喜欢什么运动啊？运动啊。我就是刚学会了游泳。游泳？我不是运动啊，平时闲下来的时间，我会约闺蜜朋友们一起出去逛逛，吃东西啊，看看电影。游泳的话，像你一般，蝶泳、自由泳。刚学会，就是初步的，刚学会。蛙泳。蛙泳。对，蛙泳。有时间教你游泳。好啊，有时间再约吧。教你自由泳、蝶泳。你游泳都会吗？差不多，反正也不是精通，反正样样都会。你是在这边上班吗？对，上班，在这边上班。职业蛮好的，那个对自己的身材呀、还有养生，感觉对自己的管理比较好。像想练哪一块？我主要就想练肚子。想练肚子？因为觉得肚子比较。脂肪比较多，脂肪比较多，我可以摸一下你肚子吗？还是不要。就是轻轻捏一下，看看你脂肪多是少。你差不多就这么多。哦，那不行，我看你肚子应该不是很大啊。不是特别大，就是赘肉还是有一点。赘肉有一点。坐下去的时候会感觉到赘肉。就是能感觉到是一层一层一层的。一层一层一层有点夸张了，反正是有层的。两层。跟我在一起的话，肚子马甲线什么帮你搞定，对不对？太棒了。反正这会儿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然我一会儿带你练练肚子，怎么样？ OK 啊，好啊。好，走，慢点。手这样朝后面，然后呢，你的肚子以肚子这为轴，然后身体微微往上仰，可以吧？对。不要笑，沉住气，吸口气，把气沉到肺腔里边，然后以肚子为轴，然后起，用最大的限度起来，好下，然后再起，好继续，好慢慢下，慢慢下，下手是慢一点，对，好再来一个。热身，好，再来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坚持，这么累，这才是一个热身，感觉肚子怎么样？现在累，累吧？工作上还是比较认真的感觉，工作上就是包括对我就觉得特别的认真，手放大腿处，这样，然后往上推，推到膝盖处。对，再推，碰到我手，哎，好，可以，很标准，学得很快，好，继续，15力组怎么样？有压力吗？没有。没有压力。好。好，继续。现在感觉肚子怎么样？
热，热乎乎的是吧？嗯。平时有练过肚子吗？仰卧起坐。仰卧起坐。嗯。啊，像仰卧起坐都是怎么做的？就这样做的。啊，还行，蛮标准的。像仰卧起坐的话，最忌讳就是你的脊柱它是直的，直的这样起来，对，会对你脊柱造成压力过大，造成损伤。要弯的。对，要弯着，弯着起来。下面我们把难度加大，好不好？挺聪明的，然后那些动作啊，一教就会，然后就身体协调性蛮好的，腿成90度啊，然后双手合十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再下，继续，然后再下，呼吸调好，吸气，沉住气，把气吸到肺腔里边，然后继续发力，然后呼气。腿成90度，要不然这样会很累。对，哎，我刚才膝盖，我刚才手臂这儿都是直的。对，很正确。继续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坚持，最后一个。好，调整，休息吧。啊，你就这样，肚子放松啊，完全放松，然后你双手轻轻拍拍你的肚子，让你乳酸。伸展开，要不然的话第二天会很酸肚子。这些动作对你来说非常有用的。哦，你先上了，我回头再。好的好的，像你肚子这么瘦的话，你的马甲线很好练。像你坚持一个月，然后一个星期一开始的话，先来一两次。你想把自己练成什么样子的？练成坐起来的时候你是一道杠的。让我看看，坐起来的时候。等你马甲会有好几层。等你马甲线出来的时候，你坐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杠。真的？那这就是我的目标。然后你想象一下啊，等你夏天穿着那个啊比基尼，走在沙滩上啊，阳光沐浴着沙滩，阳光沐浴着我的马甲线啊，然后呢？醉了是吧？下一组我们要做什么？下一组的话，我们训练腹外斜肌吧，对你的马甲线啊。然后人鱼线比较有提高的作用。